台视三立最新周日偶像剧《普通普通我爱你》日前举办首映会，短短15分钟的片花就十分吸引人，但没想到诚意和未麦的相遇竟然超不浪漫。你勾到我头发了，等一下。通常大家的偶像，大家的偶像剧，我要笑翻了。刚开始都是一些浪漫的相遇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很奇怪的相遇。对，我们姿势很奇怪。手表卡到他的头发卡到我的手表上。那那一场浪漫真的是非常敬业，因为为了讲求逼真，是真的把它扣在头发上，而且真的每一个咖都有几根头发在我的手表上。男女主角的相遇令人印象深刻，而更刺激的莫过于陈毅冲进火场救未麦的这场戏。陈毅他那次，因为我先跑进去，他为了要把我追出来的时候，他差点滑倒，他的头差点去撞那个柱子，火柱，因为他淋了，所以地上其实有点水跟有点石头，然后就真的刹不住。好险他是拉杆，腰力这样拉回来。我已经感到脸有烧到火的感觉，眉毛这边，然后再把它这样甩回来。对，那一幕好像大家都吓一跳，然后我也不小心骂了脏话。男女主角的对手戏十分令人期待，但饰演陈毅同父异母兄弟的简宏琳居然和陈毅有更大的火花。他们俩交往了。对啊，来电。对，我跟宏琳都是小宋老师的儿子，但是我们其中一方，剧情现在来说的话，是其中一方有一方是不知道我们彼此是亲兄弟。对，所以这上面会有很多拉扯跟很多仇恨。宏琳啊，会跟曼曼。啊，就是抢我了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可能是四角恋或者是什么，但我觉得是两个三角恋扣在一起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蛮复杂的，对。因为比如说第一集大家就可以看到真假公主身份已经互换了，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他们身边的舞伴。嗯，那我觉得舞伴就会让人家。就是他们有交换舞伴，那我觉得这一定是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变化。普通普通我爱你，剧情精彩，想要知道故事怎么发展，千万要锁定8月6号晚间10点台视频道，以及8月12号晚间10点三立都会台的播出啦。完全娱乐林雅恩、曾启斌采访报道。完全娱乐。